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，在关山地区的找到一个百年刺桐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它本身来讲是号称呢有110年的历史，那它树上面呢长满了根节的一个球状的东西，那这个在森林里面呢，当然还是很美。那在这个地方呢更美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整个呢，蓝天白云底下，衬托出这样的一棵巨树呢，而且在田间呢，其实你远远的这样拍摄它呢，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，而且壮硕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，百年刺桐。网红最喜欢拍这个黄澄澄的稻穗，嗯，不那错。这样的话呢，再加上蓝天白云，还有山景，你就可以感觉它的美丽。那其实这个稻田呢，你并不需要一大片，但是呢，你只要在一个适当的角度底下，其实你就可以化解它的美丽。这就是在关山地区呢，你很容易拍到这样的一个山景。那这个呢，值得玩味，也还蛮不错的。OK，我们现在就下一个景点去咯。这是一个著名的景点，也就是水桥。什么叫水桥呢？就是灌溉沟渠里面，为了让水流呢，它的灌溉的范围更广，然后让水不会位差不会一下子降太多，所以就从山上呢就做了一个类似桥梁的东西，号称为水桥。这个就是水呢从前面流过来的时候，它本身就不让它降低它的水位差，然后让它继续往前流。那这个就是水桥的由来。在东原来是边这样。这边也有很多东西，就是叫做我们称之为水上流的，还是什么，就是水往上流的那个景象，其实就是类似像有这样的一个原理。那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水往前面的方向流，其实错了，它是颠倒的方向。因为水是从东边的那个山坡呢下来的水，它不让它降低它的水位差，所以它把它架高以后，水就沿着这一条路呢往这边流，然后它可以灌溉的地方呢就比较多。所以是因为那边是低的地对方，对它对没有往下流。对，对，它不让它水位马上降低，这就是号称的水桥咯。来到的是一个台东纵谷的一个艺术季里面，那这是猫咪的种子，我们等一下呢，再继续往前拍照几个有趣的艺术造景。OK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台九线381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是所有的公路景观里面，我觉得滨海公路里面最为让我赞叹的。因为这一条路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路，新开的路了。这里面有很多神秘沙滩呐，其实这边都有。只是我今天没有准备在这边驻足。下一次有机会，或许我是可以在这边驻足一段时间。那我们今天稍微拍一下这个奇丽的风光以后呢，将前往我们今天的住宿点，应该是上午民宿嘛，也在大武的地区，我们现在就赶紧加紧脚步，今天可能可以提早，歇歇脚吧，因为这个爬山还是挺累的，第一天的这个长途开车，第二天的这个整个在走路的过程，也是蛮辛苦的。嘉明湖国家步道，那条走起来是蛮辛苦。今天是蛮轻松的，今天是开车找景点，所以还好。OK，那我们经过了这个
九号公路的这一段以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关机了。到了大五的时候呢，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喽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参观的是南回艺术季的一些地景艺术。那刚才看了一三一四的蓝，其实我是看不懂的。但是我还是有拍的，大家可以参考照片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面，当然也是南回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些地景艺术品啊，我们也就看看。那反正这些公园呢，在大武的这些公园呢，现在正在改建，尤其是大武之星，它刚完成，那。有空大家也可以来欣赏一下。那我现在先走到海边，海边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景艺术，我是看不太懂啦，但是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看得懂吧，我是没有很看得懂，反正看得懂的人就好好欣赏，看不懂的人就算了吧。那前面呢也有一个地景艺术，我去研究看看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它弄两个板子放成这样子，我也搞不清楚。那我们就来去看一下他到底在描绘的是什么东西。我真的是看不懂了。